要脸的主意。张某绝对不会放过你这个胡说八道的死鬼。这样就生气啊？没用，我说张大爷，用对了。亚当就交给你自己。跟着我，我干嘛要跟你？我意见，只要你把那女人给杀了，一定会报答你。张某无能，但不会去做这种无聊的事。我能帮。